甲纽办圆通系替介绍方发展起来嘅，侬办是本人尊做系强省人的次文化。2021年嘅东京奥运，台湾成为经济圆通项目过后，就成为本人推广嘅经济圆通。我做其他台湾因为长期限制，特别民众嘅刻板印象，纽办圆通就从嘅下位嘅统筹嘅圆通强调，我欢迎改多了解人件介绍，嗰时就是要集权改好到纽办人件睇介绍方。陈情抗议，希望政府来重视纽办圆通，来平庸长期限制。在25年前的那时候的台中市，滑板是蛮小众的一个运动，然后我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去做练习。日本人讲喺银行投行嘅传统版溜板圆通，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。只不过其实一项圆通重点系自我防御，系个无数银行自己街头文化，对身体协调同反应没有当体嘅帮助。喺个都市嘅路上，接接看到嘅高台茶，当当克服溜板圆通嘅需求。溜板圆通和早期发展家下，早啲讲规个路都系溜板嘅表演舞台。面前溜板玩家沿着磨合式的场地，只管靠到街路巷，每日春上春下，同黑夜奥多拜夜头长路来溜。一条从街路巷溜为按当年的溜板热，廿几十年来，竟同政府分省而争取溜板用地。我们不希望找一群人好像无所事事，制造社会问题，然后在社会已经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下，再加上不好的一些印象。所以我办了64的街滑，最少有15个人，最多全台湾都来了，我们有100多个人。那这么做不代表我们比较厉害，这么做只是证明说很多人跟我们有一样的需求，不知道如何发声。很容易遇到飙车主的啊，然后会互相看不顺眼啊，叫嚣啊，甚至动手的啊，都会有。后生反叛、相比、hip hop 是消费台中对溜板人的印象。歌手爱对街路文化行向奥运千古天堂。其实一开始相关单位没无跟无识，因为一项运动生来还是非常的新。它的发展文化或许已经有一段时间，但是进入竞技运动这个领域来讲的话，它的发展路程是比较短的。所以目前我们面临到的问题是，没有好的教练就不会有好的选手。张振飞，请站赛，我要拿第一。体育方面，未想办法引入本前教练去学，本身主要都设备训练，只不过训练场地同相关设备的皮肤，未系一大问题。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场地，第二个就是教练，啊，再来选手。所以我有计划要向日本聘请好的教练。聘请好的教练哦，来台湾教我们的教练，我们的教练再来教小选手。一、二、三，转。要蹲低，而且你看你转不够多，哪里套？哪里套？跟我讲。哪里套？嫂子，放轻松，等一下就好了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好，等一下就好了。后脚推，够走，出发。对，踩紧，好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左脚又动。学得用的跌倒，用的行得转身，一条通都讲唔得的推架，都是天朝会经过的过程。练厉害的时候，去那个出国，然后去奥运比赛，然后就拿到奖杯，然后送给我妈妈。真的哦，他大概3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了，那时候真的是很心疼，可是。我又觉得他都没有放弃，那我当然要一直鼓励他。啊，我自己也盖了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地方、自己的场地，然后来带小朋友，这样带
不止小朋友、学生这样，希望他们未来有可能真的是，可以为国争光，然后继续把滑板这个东西推广下去。台湾亚洲人就是劣势，就是有些东西身材优势输掉，所以有很多很多项目是没办法得牌的。但是其实滑板就相对在这上面是没有什么。二零二零年溜板的头年，东京奥运后日本选手拿到金牌，国手溜板以下的未变到非常的反应，未改变的体重对溜板的影响。台湾溜板业从日本的经验下，要多一点做得成功发展的圆通线行。学生林金优综合报道。